结。理解是说，我们常常在读到说一切为心所变，为事所现，所以还是都是这个念头产生出来的。如果说就现在师父讲的要我们怎么意，如果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把这个佛号一直不断的重。一直说一直在念的当中，那你的那些妄念就不见了，就不会有，那这个念头也就不会在那里。所以说你的念头在哪里，你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样子。那过去我们的那个大脑一个记忆体都存在过去，就是会记得过去所走过的路程，然后说就是记得很清楚。那现在把它转换，就是变成你要把它转变成用着佛号的内容去，不要再存在过去，能够透过这个佛号让我们的未来是在这个一个清净的地方，而不是存在一个妄念里面，那是一个幻象。所以说还是都是自己的念头所生出来，这一切都是这样。就刚刚因为之前那个国清律师有提到杯子的部分，对，你本来它就不存在在这里，是我们因为这个因缘的关系，然后杯子也是个因缘符合，然后制造出这个杯子，然后我们要放在这里，但是这个本来不存在，你如果拿掉它，它也一样回到原来没有的东西，就是应该是大概是这样子。阿弥陀佛。